歌手叶诺凡热情开唱，搭配舞者整齐划一的舞蹈表演，炒热现场气氛，为台中女力购前进雾峰商圈抽奖揭开序幕。活动还请来萨克斯风大师以及小提琴表演，让台下观众等抽奖还能享受音乐飨宴。现场更加码抽电视、吸尘器以及扫地机器人等丰富好礼，最大奖还有10万元礼金。啊，你得了一个10万元现金奖！哇，掌声恭喜！现场口号10万元幸运得主，让得奖者兴奋到尖叫。不过没中奖没关系，每逢双周还会抽价值8万元的按摩椅。那我们到2月6号截止，所以在这个之前，还是欢迎大家继续的消费。我们有很多的奖品啊，像轿车，还有这个钻戒，还有这个50两黄金啊，最后压轴等着大家来抽奖。台中女力购倒数3个礼拜，民众只要到台中消费满500元登入发票，就有机会抽中近100项大奖，趁年前推出豪康，抢攻台中国旅商机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民生八方式尽在1小时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